我是上海的小孩，我是妹妹。我是玲玲。你今天要做什么？啊？今天要去做什么？今天要去看玩具总动员4。这是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，想吃糖不迷糊啊！姐姐好开心。有可能吧，我看11点好像就有播这个吧，还有狮子王啊，10点次数的狮子王。第四排 OK 啊？第四排吗？都在一起。确定过位置就不再帮您做更改了。早场派一位都是200元，没有分大人跟小孩。那我有一个要换这个200元。好，那这样800。你在打哈欠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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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
道嘞。爸爸，我想要我跟妹妹一起吃就好。要什么？我想要我跟妹妹一起吃就好。对啊，爆米花，你们两个吃就好了。耶、yeah! ！看电影了，耶、yeah! ！这样，那晚一点来，十点半来，反正就没位置。今天爆米花快吃完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可是多了。妹妹所有要吃的，快点，要进去了呀。他们是可以找入场。4567，青青在左边哦，谢谢。哇，太暗。你们娘的，坐五跟六。爱丁小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你觉得哪边最好看？嗯，最后一段。是啊，彩蛋跳，彩蛋最好看啊。走啦。影片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还有记得订阅我。你现在发生什么事？你找不到妹妹，对不对？喵一声。妹妹不要喵，妹妹躲在沙发里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姐姐找你找好久都找不到，那我勾破刚好在传答案，不要出声音，不要出声音。真的吓到了！你真的吓到了！你还以为我在哪里？妹妹躲得好厉害，对不对？